报数。1, 2, 3, 4, 5, 6, 7。谁的七？我的七。出来。你咋这么完蛋呢？人家说的全是一水英语，到你这整出个阿拉伯数字，你那英语咋不会说呢？我不会说呀。你咋不学呢？啊，我们是搞旅游的，必须要把全世界的外语都要会一点点，回家用点功学，听着吗？夜市。这才几点呢就上夜市？瞅你吃的都快赶上我了。刚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非常重要，是一个大活，40人的旅游团，有没有信心把他给我拿下？有。谁走漏风声了？谁说的有？我说的。你说你就大点声，瞅你像做贼似的。有没有信心把这活拿下？有。 Yes。 老板呢？那个张经济来了。哪个张经济？就去年给咱们抓公安局那小子。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延时20到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增强夫妻性生活，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做回自信的自己。记住微信358163379。天不有我呢吗？啊，看我是怎么把他摆平的。好，有啥可怕的呢？大鹏子，大鹏子，张经济，大鹏子，张经济呀！你这过分了，大鹏子，过去的事儿啊，你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呀，我成了一个旅游团，头一次干这个事儿，确实没有经验，我是找你来合作的。刚才那个40人的旅游团那个电话就是我给你打的。沈阳那么多旅游团你不找，你非找我，你别给我一个人坑啊。我不坑你，我是诚心找你合作来了。这样，这40人团费咱们挣来以后，归咱俩，你留8，我就留2。借一步说话，你要这么说你就找对人了。我敢说我们大橙子旅游团为游客提供那是一条蛇的服务啊，往大了说就是一条龙的服务啊，让游客呢玩得开心，我们呢挣得开心啊，是吧？是。怎么你在这听声来了？嗯，老板没听声。我问一下，那废物那拼音咋拼了呢？废物玩意儿，喝乌一爱废物夜市，数字就是高，全是英语。大鹏啊，啊，咱们谈谈价钱吧。价钱呢，就看你想让游客到哪个档次上，它档次不同，它是价位不同啊，还分档。那必须的，一共分3个档次。哦，这第一个档次是让游客笑着来，哭着走。第二个档次，那是让游客笑着来，笑着走，回家就哭。我在这儿呢。第三个档次那就高级了。让游客是笑着来，笑着走，笑着又来，最后哭笑不得。不是大鹏啊，就你这队伍给人家当导游这能行吗？还能行吗？我敢说我大橙的旅游团全是精英，每个人都被游客投诉过。拉倒吧，都被游客给投诉了，这样人咱们能用吗？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不被游客投诉证明你没在他身上挣着钱，我还不要他呢。哦，哎，那他们是怎么从游客身上挣的钱呢？这玩意儿说倒说不好，要不然你就亲身体验一把，你当游客，哎，我能给你当导游，让我们的精英团队为你提供那个 VIP 的服务。好啊。带钱了吗？带了。带钱了那咱就开玩。大
唐的旅游团即将起航，跟我走了走了走了，就游客啊。嗯，那个你想上哪？我想去喇子山去溜达溜达。好，喇子山24小时恐怖之旅正式起航。哎哎，不行，咱们出来旅游是来开心的，你起个什么恐怖之旅，那能行吗？谁敢来呀？你就是不懂游客，游客最喜欢寻找刺激，有的喜欢攀岩的，有的喜欢蹦极的，有的喜欢滑雪没玩好卡秃噜皮的。哦，你就听我的吧。哎，准备出发，安排食宿的大客车。我在这儿呢，老板。大客车安排好了吧？准备好了。Let's go！ 走不了了，下雪封道。Oh my god！ 干嘛呀？这咋整啊？改订机票。OK。爸，从沈阳到铁岭还用坐飞机吗？你说什么呢，宝贝儿？我们都是从沈阳桃仙机场起飞到北京。再买好返程票，从北京飞回沈阳桃仙机场。等回来的时候，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我们再让游客坐大巴去喇子山，好吗，宝贝儿？你这是要圈啊，宝贝儿！操！你知道这一趟的飞机票的返点钱是多少啊？哎呀，要说大层长，还是你有经验。不是，钱是挣了，但是这么做。这游客能满意吗？哎，这位游客 ，I'm sorry， 抱歉抱歉，刚刚在交通上给你带来了不便，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喇子山，前方就是喇子山购物一条街，走吧。哎哎，咱得去景点看一看呢。你上那购物一条街干啥呀？你看你这又不懂了，游客的心里是啥呢？上车吧就睡觉，下车呢就尿尿，到了景点呢就拍照。回家呢啥也不知道，只能勾起回忆的，你知道是啥不？啥？就是那些纪念品。啊，别说还真有道理。Let's go。 啊，大哥买人参不？正宗的山参。你们家的山参这么大呀？啊，没打激素的参王。你看拉倒吧，参王那萝卜我还不认识啊。你看这不是铁子，你咋上这儿来了呢？谁呀？是不是沈阳的？啊，是不是沈阳哪的？我沈阳哪的？马路湾的。马路湾，我太街的吗？啊，我太街的吗？你也沈阳的啊？哎呦，老乡啊！哎呀，你上这来旅游来了？我不是来旅游来了，我过来卖身来了。你看我正点不？啊！哎呀，这卖人参呐！那是你大哥，我这人参你还买不买呀？铁子啊，我告诉你，以后买参你可瞧准，一定要注意卖参的人长什么样，知道不？啊，买个参还得注意卖参人长啥样。你看你弟弟我呀，哼，你看咱这脸型，纯人参脸；你看咱这身体，纯人参体，啊。哥们儿，我是从小吃人参长大的，你说他吃人参长大你信吗？你要说他吃人长大的我信。大哥，我跟你说，他还真说对了，买人参这玩意儿你真得看人，就他瘦那样，一瞅他那人参就是营养不良型的，你再瞅我要种出的人参跟我体格子一样营养丰富。你呢就是大白萝卜，心里没数啊。你整的什么玩意儿啊？干啥呀快，你买身呢？快起来吧，人买身了。哎呀，买身呢？来，兄弟，拿钱呢？啊，拿钱呢？多少钱呢？卖别人20万，卖你2000吧。啊，这是野山参，纯野山参呢？我买，我买。哎呀，我也不行，快看着老乡。哎呀，行，这车是赠你了。姐，姐。一人一半，一人半，一半半。24小时恐怖之旅到此结束。
同志们集合。站住！分钱不？大鹏啊，你这么做的话，我可告诉你，你是在欺骗游客。游客来了吗？不，游客来了吗？没来，没了，没来。你骗我了？你也不是游客呀，你把我的钱骗去了。谁骗你钱了？你刚才说的不是演习吗？谁跟你演习？我是真枪实战了。大鹏，如果你这么说的话，我也郑重地告诉你，现在有不少人就在举报，说有不少旅游团在各个景点坑蒙拐骗，欺骗消费者。啊，我就是今天派来的卧底，专门收取你们的证据来了。小子，就你一个人有啥证据？这都是我的托，谁能向着你说话？你说吧。就是你们刚才的所作所为全被我兜里的摄像机给录下来了，给我去公安局。谁让你录的？你这属于侵占我肖像权。啊，我让你录了吗？阿飞下货，散开。摄像机拿出来，妄想。我要不跟你亮两下，你真不知我是干啥的啊！你还是咋的？哎，我他妈拿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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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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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撤！大堂长，你别走，跟我去公安局。他干啥呀？钱到手了。去公安局等一会儿，先把我这事先解决了。商量商量，去年我那那一眼泡钱呢，我就不要了。今年这两眼泡钱你得给。啊？跟谁要钱呢？管你呀。要啥钱呢？挨打的钱呢？我也没打你呀。是我替你挨打的。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打呀，刚才是你打我了。那不对呀，刚才我是护着你我才挨打呀。你打，你挨打，你打不打的话根本就不是我打，你是大鹏打的。跟他这是你打我，我怎么你要钱的话你把你们给我要什么你？根本就不是我打，你是大鹏打，你跟他是你先打的我，你给我打这人，我怎么你要钱的话你过来过来过来，把你们给我要什么你？对呀，老板呐，你得给我拿钱呢。我给你拿啥钱？拿啥钱呢？打你那边走了，根本我就没动手，他不跑了，你让我要钱，反正要拿他。爹，你搁这干啥呢？我不是你干爹吗？啊，你认错人了是吧？啊，不是，看错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大爷。顺序都不对。哎呀，这么多爹呢？美女，你好，我是这个副导演啊，你长得挺漂亮，你能不能到我们组里？我们这是大制作的，基本上我们培养出很多明星，我感觉你有这个潜质。你多大了？过来，大哥，干啥呢你？泡妞呢？你长没长心呢？啊，兜里一分钱没有，你泡妞啊？长得太漂亮了。想办法挣钱，挣完钱以后啥漂亮妞到时候你都会拥有的，看着没？群众演员都得那趴活呢，赶快去联系，快去啊，快点，快去。大哥，咱这次说给哪个电视剧招演员呢？现在哪个电视剧火就说给哪个电视剧拍续集招群众演员。去了，二楼了，二楼了。那个这边的演员啊，我们这是《乡村爱情七》的剧组马上就要开拍了。过来，干啥老看剧？《乡村爱情七》聊台每周五都放，我要上乡七，本山老师、姜昆老师、老梁老师都在做评委，你上这喊着一看就是骗子，换个别电视剧。喂，那个对不起啊，刚才说错了，我们是潜伏二剧组马上就要拍戏了，希望这个朋友们踊跃报名啊！现在招群众演员一名，这个长得磕碜点的越磕碜越好，赶紧。
碜磕碜的干啥呀？有漂亮人为啥不找漂亮的？你漂亮的谁上咱这扯犊子来？哪喊上演员了？来了，对面的沙老唐，沙老唐，听说哪招演员没？哪这儿啊？你们这是招啊？对，什么剧组啊？潜伏二。真假的？啥话呢？这老板搁这坐着呢，知道他是谁不？孙红雷亲生弟弟，他叫孙黄炮。啊，炮哥，等，别靠近，我是明星家族，脾气不好。想上戏啊？想，做梦都想。交钱啊？还交钱呢？报名费吗？交多少钱呢？那得看你能演什么角色。那个老板，我什么都能演。呀，我怎么有备而来呀？这，我看，汉奸钩，汉奸丁，伤兵乙，土匪丙，还土豆丝呢。这个都是。丙丁乙卯的没演过甲了 A 啥的没整过演过这是大肩甲那还有个点呢没看着点太监演过太监整点声我听听来试试戏行没问题皇上口谕：有本早奏，无本退朝。皇上，你是演员吗？你上这混事儿来了？那太监是像那声吗？声太粗了，太监得是这种声音。你看，皇上口谕：有本早奏，无本退朝。时候不早了，您该翻牌子了。滚犊子！是你是还是他是啊？我说大哥，他这嗓子太粗了，演不了。你回去吧。不行。啥事？王文明，说这话。还挺会来事儿。能演他。这个太监也有真的假的，生粗点没事，你看他长得就活活一个太监。咱这个戏是潜伏二，不招太监，招的是叛徒，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的叛徒，你能成吗？能。这挺冒咱打的这个形象还行，这都打的，我给他绑上。试试戏，好嘞！这真来啊？那必须的嘛，演戏你。来，哟，别动，轻点，大哥。来，副导演试戏。副导演，快点！你是副导演，你喊谁呢？你。啊，对，不是你这一天老换身份，我都忘了我都。真打呀！废话，不真打你演的能真实吗？等一下，老大哥，等一下，还没开机呢。还能不能行了？还呀？开机，预备，开始。说，刚才跟谁接头去了？我没接头。没接头，手串哪儿去了？啊！烧香你都找不到，庙门大小王你都看不出来，手串你给他有用吗？啊？他好使吗？他呀？完蛋的玩意儿！老板！我让你演的叛徒，不是乡村爱情的赵四儿。
进一步说，进一步，进一步，进一步。啊！我没打你，你喊啥呀？踩我脚了。说，那个，我吧，手上有个戒指，你要让我上那戏呢，戒指就归您了。嘴硬，嘴咋这么硬呢？这么硬的嘴，这么硬的嘴。铁钳子给我拿出来，来点酷刑，把他手指甲都给我薅掉，要不然他不说跟谁接头了。滚你个逼！我薅你薅，我薅。你干啥呢？我薅手指甲，我跟你个特写。试戏主要看演员的面部表情，上前面试试，跟上。不是，你戒指。长又里头了，听着，好，演的不错呀，表情挺昏了，昏了，哥们儿醒醒，戏过了，醒醒，戏演的不错，这戏演的不错，这就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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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级了，真的，真过了，过了，过了，那个咱把这个费用算下来啊，报名费、试镜费、水费、电费、打费，一共1800。这太多了，没带那些呀、啊。没事，你把你这些衣服啊、服装啊都压着我公司，回家取钱的，然后回来取。那我上哪儿找你去啊？我的公司。对，公司开在哪儿啊？还没租房子呢。你这戏啥时候拍呀、啊？来年7月15。两位大哥，你俩这日子选的可不错呀。鬼节吗？拉的稍微长了一点，我这呀有一部戏马上就开拍，现在就开机，你们俩呀当男主角行不行？啥戏？叫《骗子落网记》。跟我走吧，我是警察。警察证？道具？什么道具？这道具？替我为男一号，走。一首好情歌胜过千言万语，添加微信公众号真爱情歌，这里有最动听的情歌。此刻的你是否在想念一个人？他是否也在想着你？微信搜索真爱情歌。我的心好慌乱，不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点击公众号，输入真爱情歌，选择第一个，记住是第一个，点击关注即可，千万不要关注错了哦。